飲咖啡，唔知道有咩任務呢？哇，導演嚟咗啦！怎么会是你？什么导演？什么导演？是我啊，罗密欧啊！哎，这个咖啡呢，就是导演叫我给你的。那个蓝包好靓哇、啊，小心！太好喝了。哎，有张纸嘅。Life 新生活，我哋想学 Life 花，唔知可唔可以帮我哋呢？看你这么漂亮的一个浪花，就这样喝掉了。哎，看起来今天的任务特别适合你，我要叫你。品味人生，咖啡拉花指嘅就系卡布奇诺或者拿铁咖啡上面拉出唔同嘅花色，另一杯咖啡从视觉上更加吸引人。而喺美国每年举行嘅 WBC 世界咖啡师大赛入边，咖啡拉花更加系班选手必备嘅专业咖啡技术。我是带你过来，不是为了看帅哥，我不够帅呢。因为这里这个学院呢、啊，毕业了之后呢，你拿到的毕业证书呢是全球承认的。全球？欧洲呢？当然咯。欧洲呢？不管你去哪里都是可以拉花的。OK。好厉害哦！老师，你好。各位学生，早上好。老师，请问，假设我要上课来学习学习，要用多少天的时间才能完整？大概5到12天。5到12天呢？对，哇，我没有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我这么尖钻的一个学生，每天喝咖啡，我觉得5到12个小时就搞定了。Are you OK？ 现在呢，我们就制作 espresso。好，现在 espresso 呢制作完毕了。先是做一杯 espresso， 对不对？对，然后第二步就做打发这个奶泡。OK， 对。拉花其实是在咖啡上面的奶泡度做文章，所以打奶泡的步骤可以说是咖啡拉花入面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如果过多的空气进入牛奶度，会导致产生过粗的硬质奶泡，令奶泡浮在表面，冇办法充分同咖啡结合。怎么做呢？就是说用这个咖啡机的蒸汽头在杯的中间让它旋转，你打奶泡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在这个牛奶的正中间，然后慢慢的转动。多久？10到20秒就 OK 了。 OK， 第二步呢我们就制作完毕了，现在第三步来准备拉花。这个小咖啡是拉花的？这个咖啡呢是浓缩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直接拉。对，从中间开始注入，然后旋转旋转，转到杯子的6、7分满了就倒。除了拉花之外，我们还可以雕花。顾名思义，就是用多余的奶泡或者朱古力浆，通过咖啡拉花针在咖啡表面勾画出更为细致的图形。咁老师啊，一般拉花咧系要几，即系点样先至算合格咧？一杯拉花呢，首先呢，它要有一圈这个圆的咖啡油，然后它心的形状呢要在这个杯子的中间，然后呢，它的奶泡要够厚，卡布奇诺呢要有大概1公分的奶泡。啊，我觉得已经学会了，你会做吗？什么？真的，我不信你会做的。比个赛啊！比赛吗？比赛规则：两位主持人必须在3分钟内拉出一杯咖啡。然后交给老师品尝，而评分标准就分别由拉花的形状、风格、创新度出发。嘿，废话少讲，比赛马上开始啦！一开闸，只见两位主持人仲有互相谦让，不过到拉花嗰阵，佢两个啊齐齐鸡手鸭脚咧。嗱，两位主持人掂唔掂咧？我哋唔知道。不过老师一谂到阵间两杯咖啡都要饮，当堂面色都青埋。比赛结束啦，老师，你嘅死期啊，唔系，系你嘅试味时间到啦。哎，老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看看看看看看，哇，这样看的，我是不是这标准的？不标准，我哪里？你看我，我这边是冷黑来的。你从外表上面来看不出来，因为都是不合格的。所以你要看不出来，你看。我要喝一口，品尝一下。老师小心。是不是很苦？因为咖啡烧了。不会吧？老师为什么要点头？我得好一点了，对不对？不会。虽然说都是不合格，但是这个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喝你的烫到我的嘴巴了，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咖啡问题。温度太高，老师急了。你的意思是，就是打奶泡的时候把奶的温度打得过高了。各位要记住啦，由于奶泡对温度要求比较高，所以打嗰阵咧温度一定要控制喺60至80度之间。如果冇把握嘅话，就不妨用罗密欧手入边呢个温度计测量一下温度。如果唔系打出嚟嘅奶泡就会口感过粗，而且冇办法充分同咖啡融合噶啦。等我同大家再重温下咖啡拉花嘅步骤先。第一步，制作一杯特浓咖啡；第二步，用新鲜嘅全脂牛奶制作奶泡，温度保持喺60至80度之间；第三步，将奶泡倒入特浓嘅咖啡入边。喺倒嘅过程中，一定要左右摇晃拉花杯嘅手腕，咁样一个靓仔嘅拉花就出现咗啦。其实难喝不难喝，我觉得无所谓咯。反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拉花，就很漂亮的、很可爱的一个图案啊，对不对？咁又唔系咁讲啊，罗密欧。以前嘅咖啡拉花注重嘅大部分都系图案嘅呈现。不过经历咁长久嘅发展同演变，咖啡拉花唔单止喺视觉上面讲究，更加讲究嘅系达到色香味俱全嘅境界。罗密欧，你杯咖啡咁难入口，睇嚟都要从头再教过你至得啦。一于从就从选咖啡豆开始啦。诶，迪伦老师， yes. 你给我们看这么多不同的咖啡豆啊。那我们买咖啡豆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对，然后怎么样挑选？我们买豆子，第一个看它豆子形状是不是完整。总括来讲呢，购买咖啡豆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样。第一，豆的颜色和颗粒大小是一致，好的咖啡豆外表会有光泽。第二，豆的表面是不是有出油？如果有较明显的出油现象，那就可能表示咖啡豆已经变质了。第三，咖啡豆闻起身有没有香味？那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咖啡豆混合或者那个配吗？可以，它混合起来呢，就是我们经常所喝的 espresso。还有，作为咖啡爱好者，以下这几个盛产咖啡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住，分别是古巴、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等等。讲完咖啡豆，是时候学下磨豆和煲咖啡了。我真的很多咖啡，即咖啡有点气质。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对对对，这个是皇家比利时壶。哦，也是说最早的时候呢，在比利时是一个皇家专用的皇家比利时壶，又叫做维也纳皇家咖啡壶，是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皇室的御用咖啡壶。雍容华贵的外表令这个充满皇家气派的红级式咖啡壶不单止有制作咖啡的功能，更加是一件令人赞叹的工艺品。这个皇家比利时壶的操作原理很简单，右边的水壶装水，左边的玻璃壶装咖啡粉，跟住将水加热，在水温达到咖啡最爱的95度左右，水壶入面的水就会化成蒸汽跑出来。当充分同咖啡粉混合之后，热咖啡就会通过红吸原理翻到去右边，而咖啡渣就会完整地留在玻璃壶入面。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来，对，然后把它打开就有咖啡了。可能有人会问呢，这些壶都过晒时的了吧，还会有人用的咩？其实很多咖啡爱好者的屋企依然都会选择用这些旧式的咖啡壶，因为往往是这些古老的东西才会令人有细细品味的感觉。见识完这些这么得意的咖啡壶之后，是时候学习下咖啡的分类了。你知不知道拿铁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卡布奇诺呢？摩卡呢？不知道呢，那就要留心听课了。现在我们做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咖啡。嗯啊，罗密欧，你经常喝咖啡，你看一下能不能认出这几款咖啡。 OK， 从最简单开始。好，每一天喝的，几乎每一天喝的就是它了。 Espresso， 这个就是 Espresso 加奶泡。对，去找那叫什么名字？咖啡 Macchiato。 这个呢就是 Espresso 加上奶油。奶油那叫什么？对，叫咖啡
吞呢？胆呢？中文呢？中文呢？胆呢？中文名字叫康宝蓝。要学的嘢全部学晒，老师话健达善儿童罗密欧你哋骨骼精奇，而且基础都算几好，今次就勉强俾你哋毕业咧。正所谓师傅带入门，修行靠个人，究竟系咪真系可以完成任务？系要搵个地方实践实践先得啊！耶，任务完成。嗯，任务完成了，哇，好辛苦，但是好感动啊！终于毕业啦，好感动啦、啊！开心啊，老师都系勉强俾你毕业咋，未过关噶。勉强系啊，我哋呢个节目咧就行实力派路线，唔行偶像派噶。一系你整多杯俾我哋试下，睇下合唔合格咯。好，成交，我去做，给你尝尝啦。好。